你现在放网回球的质量太差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放网一个是击球动作，击球动作的时候呢，这个手啊发力挑球是手腕要做打球的动作，放网呢这个手腕基本上没有动作，做推送的动作过去，这是一个事儿，知道不是哈，把它推送过去，然后这个球的这个远近怎么掌握，你说台面轻一点这样是当远网，台面平一点这是当近网，轻多一点是远网，轻一点是近网，明白没？记住这个就行啊。来你看一下，来这个手的动作是，这里是推送，你看哈，白送，哎哎白送，对不对？是这里没有动作，都要这样打。第二个呢是远近啊，哎来，我这是当远的，我推多一点，脚度大一点，这是当远，脚度轻一点，当近网我平一点，哎当近网我平一点，你看这个球是近网，来白这近网，远网呢轻多一点，哎这是当远网，台面得摆出来去，哎往前送，哎好球，再来，好再来。抖音